这小子根本就不听我的劝，再加上我那疯丫头女儿一打岔，这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。我没有看错他，他还算有良心，他是在保护你和古玉。他保护我，他能保护他自己就不错了。现在唐东正带人到处抓他呢。那是大满指使的。 你没有阻止吗？我是觉得，如果他连唐东都对付不了，那他还叫什么赵景哲呀？唐东的行动或许对他是一种震慑，再加上明天大街小巷的通缉令，那种铺天盖地的心理压力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巨大的。那今后你对他的工作。 或许会好做些。总之一句话，我不会杀赵景哲，可是我也不想死在自己孩子手里。哎，赵景哲这犯什么事儿了呀？这是，不知道啊，看样子挺严重的。是啊，这满大街踢的都是这个。哎，这干嘛的？ 陆，吴医生，欢迎了。什么意思？赵景哲什么时候成共产党了？那布告上确实是这么写的。你们这就是诬陷，这株连斩草除根。可惜这事儿你说了不算呢。赵景哲是共产党，那是证据确凿的事情。这可不是小事儿啊，这是杀人害命的死罪。你想着。 转告赵景哲，他如果还想留在枫岭，那他不可能有一天好日子过。嘿，这现在什么世道呀？好人不长命，坏人活千年啊！丫头，这个世道真不能用好坏去区分所有人。行行，别跟我说什么好坏，我不想听。如果你要是定赵景哲的罪，你就是天底下最坏的坏人。那我就最后再跟你说一遍。 如果赵金哲不走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赵金哲要死了，你先把我弄死，我今天跟你拼了！你给我远点！哎，行了，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这是长辈。松开！我听说你为了赵金哲连你爹都不认了，如果你那么做，那你也不是什么好孩子。我好啊，用不着你管，放开我！ 立刻击毙，完成任务之后马上撤离。是。特务排，我找一下欧阳排长。好的，排长，您的电话。 哎呀，我这个考虑了一个晚上，我想了想，我确实是太鲁莽了，我应该再跟欧阳伯伯谈一次。咱俩昨晚上说好了，长辈的事儿是长辈的事儿，有什么事咱们俩兄弟说不行吗？
算了，那我们俩的沟通就改日再说啊！我先跟欧阳伯伯见，就这样。接团长家，王叔，是我，我爸呢？团座在家呢，有事吗？你这样，你现在马上往我家多派点人手，赵丁哲很有可能马上到。行，副队长，排长命令。全部撤退。为什么？不太清楚。等等。是。咱俩没说完呢，怎么把电话挂了？我刚才想了想啊，大门哥，我觉得还是你说的对，咱们兄弟先沟通一下比较好，免得话不投机，我跟欧阳伯伯吵起来那就不好了。是吧？你看看，在哪儿呢？这样吧，我半个小时以后呢，在爸妈的墓地等你，咱们不见不散。不见不散。来两个人跟我走。是。听着。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咱们小时候玩不就这几个破茅屋吗？就你这鸡窝狗洞的，瞒瞒欧阳老和猪头满还行，你想瞒我这么聪明睿智的古大侠，还差那么一丁点意思。哎，吃饭。不是。不至于吧？石谷雨，你的脸皮怎么比城墙还厚啊？我都跟你绝交这么久了，你怎么还不依不饶的这么缠着呀？有意思吗？赵丁哲，你这点小小的激将法，就想让我痛哭流涕、花容失色吗？啊？对不起，梁山军师吴用。别以为没看过兵书的人他就不懂得兵法。你还有什么招数？你赶紧通通都使出来，你让我见一下，快！没词儿了吧？啊，哑巴了吧？哼！赵惊蛰，我石谷雨呢，也是在军人圈里边混大的，你这点雕虫小技奈何不了我。吃饭。王国排长，欧阳排长让您带人再去墓地一趟。再去墓地？不是他刚让我们撤回来的吗？是的，让您再去一趟。知道了。你看看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啊，这不画得够丑的，这哪像我呀？这是像你们家警卫员。这布告上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真的是共产党吗？这都是他们斩草除根的手段。没劲，我还以为你真是共产党。你了解共产党吗？不了解。可是我了解赵叔和梅姨啊。行了，我现在吃饭，吃完饭你赶紧走啊。我说过我要回去吗？谷雨，你要知道咱们的处境有多危险，这不是过家家，这随时可能丧命的。我要是死了没关系，我是跟父母去团圆了，你呢？我怎么跟石叔叔交代啊？哎呀，你不用跟任何人交代，我自己的事自己做主。谷雨，你听我说。别说了，赶紧吃饭。排长，我怎么觉得不大对劲儿啊？咱们可能被赵金哲耍了。
通知兄弟们撤吧。是。行，那我答应你，但是有个条件。说。听着啊，任何事情不许冒险，任何情况还有行动必须在确保了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进行，懂吗？没问题。当务之急，我们现在需要一把枪，一把好枪，最好是冲锋枪。去搞十八层军火库。 那你直接自杀就行了，你搞什么军火库啊？据我所知，你爸爸有一把冲锋枪，就放在他的办公室的柜子里。啊，这我知道呀，他不止有一把。你把他搞过来。谁去啊？你去不会引起怀疑了？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刚跟他闹翻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事儿我得好好跟你说说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说石叔叔容易吗？ 事实死得早，他一手把你拉扯大的。啊，那他就能遇难不帮，见死不救啊？这事他夹在中间不好办。你看，他是我父母的朋友，没错。他同样也是欧阳尊的朋友。再说了，他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。哎，行了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了，就喊声爸。什么叫喊声爸呀？他本来就是你爸，赶紧去吧，早去早回啊。你可别把我给甩了。 我把你甩了，我上哪弄枪去啊？对吧？哎，还有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千万不能出去，外边贴的全是这个布告。你有什么事儿，你等我回来再说啊。你放心吧，我就在这等着你啊。你不回来，我不走，好吧？嗯。来的时候再给我带点饭啊。我等着你的枪。嗯，赶紧吃饭。 你把这送到团部去，千万不能耽搁啊！好。军需处，叔，是我。金哲，你在哪儿？嗨，叔，你别找我了，你找不找我？你少废话，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。一会儿啊，谷雨会到你的办公室去，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控制住他，别再让他乱跑了。我不想伤害谷雨，也不想伤害您。 我现在把他还给你，金哲，我必须马上见到你。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谈，你现在处境非常危险，你知道吗？我和欧阳尊之间，要么我死，要么他死，没有别的选择。要是有一天我不走运，死在他的前头了，你一定跟顾玉说不要为我报仇，还有，如果有一天你找着小雪了。 麻烦你一定帮我照顾好他。金哲，先谢谢你了。金哲，我是石普天，马上帮我查一下刚才那个电话是从哪儿打进来的，一定要快。石处长。 电话是从团长家里打出来的，是团长的专线。这个混蛋！啊，这是跟谁啊？怎么了？发这么大脾气？你猜猜啊？我……哦，那我明白了。能把电话打到军营里。 除非，哎，他不会是躲在我家里打的电话吧？你猜对了。小满在家吗？小满根本不在啊，他上学了，家里没人。你干嘛？给公民连打电话，让他们去家里彻底检查。你觉得他会在我家里安炸弹？你别忘了。 他在考军校之前，成天和咱们团的爆破专家老马混在一起，他现在的爆破技术已经是堪称一流了。喂，我石破天，接工兵连。
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抓紧时间吧，啊。林叔，小姐来了。先这样吧。老范，你叫我呢？我没叫你，叫谁哟？咱们俩不是已经断绝关系了吗？你这小气的劲儿，说断绝就能断绝呀？真当真？行了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，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。不过家里待着太无聊了，学校我也不想回，过来跟你待会儿，陪你聊会儿天儿。哎呀，爸，你这有没有啥吃的？我有点饿。办公室哪有什么吃的？有，跟我回家吃吧。回家吃。回家吃啊！你回家吃，我等不了了。那他，我现在就饿了。不行，我一会儿就写完了。我带你到附近有家饭馆去吃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怎么了？我胃疼。哎呀，可能是饿了。还在演戏，你别给我装了啊！我告诉你，盗窃枪支，那是要挨枪子儿的，知道吗？哎呀，谁演戏了？我真的是胃疼。哎呦，谁有通情？你要不是惦记我那只冲锋枪，会莫名其妙的跑过来叫我声老爸啊？我的天哪，老爸，你真的是神！先转世，聪明过人呢。那现在既然知道我来干啥呢？赶紧，冲锋枪在哪儿呢？你给我站好了。石谷雨，我再郑重的跟你说一遍，偷窃枪支是要被枪毙的。我想金哲也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吧？这跟郑金哲有什么关系？告诉我。是他让你来找我的吧？啊！谁也没让我来找你，哎呦，我是自己来找你的。行了，金哲已经告诉我了，他不是让你来偷枪的，他是让你来自投罗网。出卖我？他没有出卖你，他是在保护你。你傻不傻呀？赵金哲，出尔反尔！什么人呢？是不是朋友了？我跟他拼了！老铁，把他给我摁住！铁叔，这事儿没不用你帮忙，你起来！你让我出去！铁叔，你让我出去！我碍公务，你马上送他回家。出现任何问题，唯你是问。是。放住你是莫天！铁叔！小姐，别闹了，回家吧。潘总。院子里的所有的房间和每一个角落，我们都进行了仔细的检查，没有发现可疑的爆炸物。哼，本来就多余嘛。你先去吧。是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了。要一张你的照片，这不算过分吧？照片？不行，我听人家说，女生把照片给了男生，就等于确定了。确定了什么？讨厌，不说。赵京哲和欧阳尊的最后决战即将开始，他自信自己做好了准备。唯一给他带来烦恼的，
就是小满。决战将至，生死难料，他不能不给小满一个合理的交代，否则即使撒手人寰也会死不瞑目。毕竟小满是他最喜欢的人，而他即将要做的事就是杀掉心爱女生的亲生父亲。小满出来了，肯定是赵京哲约他见面，告诉弟兄们我盯紧了。是。谁都敢耍，但绝不会耍小满。有人来了，妹妹和赵京哲的同班同学，听说前不久刚嫁给了清风岭的土匪独眼老三。小满小姐，依然夫人，别这么叫，把我都叫老了。挺漂亮的姑娘，怎么会嫁给独眼老三呢？她爱财如命，只要有钱，她连猪八戒都敢嫁。她来这儿干什么？一定是赵京哲花钱雇她来的。您这是路过还是来接我的？是赵京哲让我来接你的。京哲，他在哪儿呢？他信上约我在这儿见的，他为什么不守约定啊？上我的车，跟我走吧。赵京哲在家等你呢。我在河边等了你两个多小时了，你干嘛不守约定啊？我最后跟你解释，跟我走。还去哪儿？这个地方也不安全，走。站住！王副官，赵军长，你胆子不小啊，把他给我抓起来。我不要王叔叔。小满，你过来，过来到王叔这儿来。哦不。你听着，我不想伤害任何人，只想跟他聊聊。赵军长，你绑架小姐罪加一等。金哲，我们走。赵军长，赵军长。赵京哲，你给我站住！赵京哲绑架了小满，千真万确。那你当时你干什么去了？你，我是怕赵京哲伤害小满小姐。哎，这事儿都怪我，都是我错了。你们做的也对。赵京哲果然该抓，可是也不能眼看着他伤害小。不对呀。赵京哲怎么可能伤害小满呢？可是，那万一呢？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赵京哲这个混蛋，根本不按常理出牌，玩的全是旁门左道。他带着小满很难出城。查，把他给我查出来。是。不，这个也不能叫绑架。我琢磨，
没准是赵敬哲想见小曼，所以他……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他是想给小曼一个交代，他要动手了。对，我不怕他动手，真要动起手来，谁死谁活还难说呢。可是我的粮草官，你的时间不多了。如果你再找不到赵敬哲，让他离开凤岭，那咱们就……很过分吗？他亲手逮捕毕县，杀死了他最好的朋友。从我会说话的那天起，我就叫他欧阳伯伯，我把他当成我心中的偶像。可他呢？他说了，这是政治斗争。他作为军人，我知道是政治斗争。如果换作是别人杀死了我的父母，我会伤心，但我不会寒心；我会流泪，但我心里不会流血。可他毕竟是我爸呀，你就不能原谅他，不能放过他吗？晚了，一切都晚了。我和欧阳尊之间，要么我死，要么他死，要么大家一起死。只要我还有一息尚存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因为我也不可以吗？太过分了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就这样关着我，干你们没完！你等我出去了，我跟你说，铁叔，你不要躲，我看见你了啊！我告诉你，你等我出去了，我一枪毙了你！小姐，小姐，哎呀，小姐，你别嚷嚷了，啊，嚷嚷多半天了，你还不赶紧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救命啊！小姐，千万别怪你铁叔啊，我是在执行你爸的命令，啊。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我那疯丫头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您这千金，处长，您交给我的任务我完成了啊。是。谁也别管我！什么人？别叫我石谷雨，我改姓。你爱改什么随便你。我问你，赵敬哲到底藏在哪儿？叫什么好呢？赵、钱、孙、李、周、吴、郑、王、赵，赵姓赵，赵老大，我姓赵。我问你话了，听见没有啊？
惊蛰，你还爱我吗？我已经没有这个资格了吧？书上说，爱可以改变一个人，可以重新创造一个人，可以化解世上所有的仇恨，可以使寒冷的冬雪变为温暖的阳光。如果我答应现在嫁给你，你会原谅我爸吗？那我也同样问你一个问题。你问。如果是我杀死了你的父母，你还会嫁给我吗？你到底要怎么样？你是不是要我死在你的面前？如果有一天我死在欧阳尊手上了，你就把我忘了，不要为我伤心。如果有一天我杀了欧阳尊，我一定会来找你，让你给你的父亲报仇。我说到做到。我不要你死，我也不要我爸死。走吧，该说的我都说完了。赵金哲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可他这不是复仇，是自杀，你知不知道？他绝对不可能杀了欧阳尊。你想想，就凭他一个人，能干得过上千号人的独立团吗？啊！我再说一遍，你欧阳伯伯他也有苦衷，他也不想杀害自己的朋友，可他这是迫不得已，他也是个受害者。他是受害者，他不想伤害朋友，这话你也能说得出来？赵叔和梅姨的尸骨未寒，通缉惊蛰的布告就已经铺天盖地了。你千万别告诉我，那些布告不是欧阳老下令张贴的。还真不是他下令张贴的，他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啊。我告诉你，他是迫不得已，没有办法。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们的话吗？你是我女儿，我难道还会害你吗？石谷雨，不要再叫我石谷雨。从现在开始，咱俩一刀两断。请进。老同学，很守信用。这些是你的辛苦费。只有十块大洋。你们给人送信不就十块大洋吗？人也分三六九等的，尤其是你，不是一般人。什么意思？这城里城外到处贴着通缉令，把我当瞎子呀？我帮你这个忙，可是冒着通匪的危险。你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匪。谁是官，谁是匪，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。我这个人向来是只认钱不认人的，这个你知道。一口价，再给我十个大洋。什么？你讹我？啊？清风岭也是有规矩的，你要是不愿意破财免灾，那咱们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你信不信？欧阳小满呢？我可以把他带到城里，同样。也可以把他带到山上。嫣然，你了解我，啊？就说一句，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我废了你。你。我是欧阳尊，欧阳伯伯，是我，赵惊蛰。
我命令你，马上把小满给我送回来。小满已经回学校了，他不是我要杀的人，您尽管放心好了。警长，我想跟你好好谈谈。我不想再跟你浪费功夫了。你听着，你必须马上离开风铃。你也听着，我绝对不会离开风铃。欧阳团长，咱们的游戏正式开始。给我查一下，刚才打到团长家来的电话从哪儿打过来的？是团长办公室打的。你应该知道擅闯军营的后果，出来吧。可能他已经走了。大妈，要不要我给工兵连打个电话？小满，你不在学校吗？怎么这么晚跑回来了？爸，学校休息不好，乱哄哄的。我跟老师请好假了，我这两天就在家里住。这样不好吧？学校也是有组织、有纪律的地方，不能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爸，老师都答应了，你就答应我嘛。你跟我说实话。到底是因为什么？为什么突然回来？我不都说了吗？到底是家里乱哄哄还是学校乱哄哄？你不清楚吗？你骗不了爸爸。是不是赵金哲又跟你说什么瞬间的遥望，像无法拒绝的一生，短暂却漫长。睁开双眼，
上双眼，有一道光是我能接听到的地方，最初的天空，灿烂的天堂，生生死死心中明媚着永远的时光。黑夜一瞬间的遥望，像无法拒绝的一生，短暂却漫长。睁开双眼，闭上双眼，有一道光是我能接近天堂，生生死死心中明媚着永远的时光。睁开双眼，闭上双眼，有一道光是我能倾听到